欢迎你和我们共度好消息时间，我们一起看好戏，过美好的人生。美好的人生里面怎么能够少得了谈恋爱呢？谈恋爱是很快乐的事情哦。你要不要回想一下当初你初恋的时候，你第一次喜欢一个男生或喜欢一个女生是什么样一个情境？初恋是大概永远忘不掉的一个情境。那在初恋里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呢、很怪，这人在谈恋爱的时候总会做一些很傻的事。你看别人做这些事，你一定笑他，但是换到你的时候，你也会做。奇怪，年轻人这样，中年人谈恋爱一样会做那些你平常永远不会做的事情。看看他们的戏，你要不要想一想，当年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小姐，我可不可以跟你要你的电话号码？不大好吧？啊，小姐，我到站了，我要回部队里去报到。如果你不给我你的电话号码，我就不下车，那我就变成逃兵了。哦，好吧。你赶快下车吧，我会再打电话给你的。那你给你吃嘛，你要蘸什么酱？蘸糖醋酱。奇怪，人家糖醋酱呢，人家蘸糖醋酱吃薯条的。好不好吃？谢谢。来玩拔河好不好？什么拔河？薯条拔河啊。哦。1、2、3。再一次。好啊。1、2、3。
都输。哎，那玩简单一点好不好？什么？手艺跟笔长，够简单了吧？好啦。嗯。我给看哦。好，一二三。还是比你长。给你织啊。嗯。再一次好不好？再一次。一二三，哈，略赢一点哦，但我会来不及吃呢。那再来一次，好啊，一定会赢，不可以看，眼睛闭起来。一二三，随便一根都比你长。我们这次比短的好了，好不好？我帮你跟糖醋酱。雪雪。不会。哎，我们玩一个特别的，好不好？剪刀石头布啊，赢的人啊，就把薯条放在输的人的脸上，然后输的人想尽办法把它吃到嘴巴里面去。不要啦，好多人在看呢。谁要看？而且那边有监视录影器耶。不会理我。好，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哈哈哈哈哈！你进去不好嘞。找短一点的啦，不要放喽，头抬高，抬好。哇，技术很好哎，哦，哎呀，差一点点，愁死了，再一次哦，再一次，好，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哈哈哈，这次我要沾番茄酱。那我用纸巾把脸遮住。好啊，赶快遮好哦，不要偷看哦。我要放咯。好，一二三，谢谢大家，掌声鼓励。再来我们欢迎小智。大家好，我是自怡琴。我的兴趣是看书、弹钢琴、爬山，我也喜欢交朋友。谢谢大家，谢谢老师。再来我们欢迎心智。大家好，我是心智。我是学土木的，大家如果说以后发财啊、盖房子啊，可以来找我。我的兴趣是看书、弹吉他、爬山。好像跟小智很像。没有了，我也喜欢交朋友，谢谢。好，谢谢金智。那我们都介绍完了耶。那我们来玩叠叠报好不好？好。那谁来报啊？那就盖房子的金智啊。好啊，金智，金智，金智。那谁来抽签呢？那我来抽签好了。报数，一二三四五。希望抽到的是我。结果是四号。是我。好。美珍心智，美珍心智。对不起，借过一下哈。来，好快哦。再上去，再上去，再上去。不要害羞嘛。对啊。来。走！哎呀，这样不行啊，这太大张了，换这样。对，这样太小了啦。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不要。哎，啊。要了，再上去。快，好玩的，真的。哎，好，很好，很好。来，一刀。刀。啊，出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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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发什么？青蛙跳。不要，那好无聊哦。不然这样唱歌好了。老豆。对啊。啊，叫他们请客啦。心智没钱。还有不然呢？像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哈？
我反对。为什么反对呢？因为那是我心仪的对象。其实啊，我想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大家都走过这一段路。那段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就是我们走过的。有一天，你看你的小孩子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呢，你不要急着忙着骂他，因为我们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恋爱里面就是有很多傻事，可是我在想，也许我们不必盯着我们的孩子骂他们、责备他们，而是应该教他们。我真的觉得应该教年轻人怎么谈恋爱。我这样说是因为当年我也是这样走过来，也没有人教，然后有的时候就走很多冤枉的路。有一些冤枉的路不过是走慢一点、迂回一点，可是也有人走的一些路就是会后悔的，而那些后悔可能一辈子都补不过来的。怎么谈恋爱呢？我觉得恋爱里面有很多很基本的东西，是大家从来不去面对的。比如说谈恋爱的时候，常常跟我们教会一些年轻人讲说，你谈恋爱怎么谈呢？谈恋爱就是两个人一起去看电影，所以两个人跟电影都很熟，可是你跟那个电影的男主角熟，跟女主角熟有什么用呢？你跟一起看电影的这个人并不熟啊。你跟他一起看电影，一起去唱歌，两个人都对歌词很熟，对歌星很熟，可是对跟你一起唱歌的这个人不熟。有非常多的人都要结婚了，到这来要来结婚，要来谈说牧师帮我们证婚，都要结婚了，可是很多的时候我问他们一些问题都不知道，都不晓得。我常常笑我母亲，我母亲他们那一代，我母亲告诉我说，她跟我父亲结婚很久之后才知道我爸爸跟她是同年，他们俩是同年的。我父亲是我母亲的老师，他们是师生，可是竟然是同年，同样的岁数。我妈说她是老师啊，那怎么会想到老师跟我一样大呢？我就笑她说，你们那时候都没有人教你们谈恋爱啊，谈恋爱真的要教，那要教什么呢？我觉得恋爱里面有几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你要去弄清楚的。因为如果只是谈恋爱玩玩，那就算了。可是如果你期待这个恋爱是可以走更长的路，也就是说，我盼望这个恋爱能够有一个归宿，是说将来我们可不可以真的牵手走一生的路，那有很多事情就要搞清楚了。搞清楚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合适跟我牵手走一生的路。那什么是合适，什么是不合适呢？到底那个标准是什么呢？我还是要说，在教会里面，我来找我证婚，我一定会跟他说，我愿意帮你证婚，但是先来做辅导，做婚姻、做恋爱辅导。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通常我会有很多课。第一课做第一件事情，我会带他们做一个活动，那活动很有意思啊。我就跟他们讲说，来来来，拿出纸来写五对你最欣赏的，你周围你所认识最欣赏的一些夫妻。比如说我很欣赏啊，我欣赏我们的牧师师母啊，我很欣赏我学校的老师跟他的太太，我很欣赏我们的主管啊，我很欣赏我爸妈妈他们的婚姻，写五对。然后你要写我最欣赏他们的什么，你最欣赏他什么部分，你要把它写出来。比如说我很欣赏这一对夫妻，因为他们从来不在外面人面前吵架，我很喜欢。我很欣赏这对夫妻，因为他们年纪大了还手牵手一起散步。我很欣赏这一对夫妻，因为他们每天晚上一定一起吃晚饭。我很想你要讲你欣赏什么部分咯。你欣赏这个做太太的人，因为他很懂得在大家的面前去褒奖他的先生。OK， 好，你把你欣赏的部分都写出来，两个人都要写，然后呢，再写五对夫妻。那五对夫妻啊，是你不欣赏，我不喜欢的。这些如果要像他们这样讲，我宁可不要。通常这个很容易找，我前面让他们找几个欣赏的，很多人找不出来。但是找那个不欣赏就，那你也要说我不欣赏他们什么呢？哪些地方我不喜欢？我不喜欢他们老在大庭广众下吵架，我很不喜欢。我不喜欢因为他们从来不开火，我不喜欢这样。我不喜欢因为这个做太太的老是在大家面前去讽刺他先生，我不喜欢，我不喜欢。好，把你所有不喜欢的也列出来，然后我就要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坐下来把你们所写的告诉对方。我说这叫什么呢？这就是婚姻蓝图。你要一个什么样的婚姻？你知道婚姻是两个人牵手，我们台语讲牵手，牵手，两个人要去走一辈子的路，然后两个人要一起建立一个家庭。那你要一个什么样的家？我要一个什么样的家？如果你要的家是这样的，我要的家是这样的，那当然走不下去嘛。那我怎么知道你要一个什么样的家呢？大家坐下来说，谈恋爱的时候来谈一谈，你要一个什么样的家？很抽象嘛，我要一个什么家很难讲，我又讲不出来。那些你喜欢的婚姻里面的那些特质就是你要的，那些我刚才说你举例说你讨厌的那些婚姻里面的那些特质是你不要的。那你要有机会让对方知道你要什么，你不要什么。第一步，你要自己想清楚我要一个什么样的婚姻，然后我要让这个可能跟我一起走一辈子路的这个人知道这是我要的，这是我不要的。第三，你也要知道那个人他要什么样的婚姻，这样子两个人那个婚姻蓝图才跟我看看说我们这两幅拼图有没有可能走成一幅啊。你要你想往你的婚姻的那个方向是想往高雄走，我的婚姻的方向是往基隆走，这两个人怎么可能牵手？婚姻里面非常多都是这样，你知道到后来走不下去，因为两个人要的东西不一样。我曾经面对过一对夫妻要闹离婚，这个做太太的人非常优秀，她是做直销，做到不叫蓝宝石还不，反正是非常优秀的，很棒的职业妇女，很会赚钱，很能干，很棒的一个新时代的女性。先生其实也很好，一个电脑工程师，两个人都非常的棒。可两个人走不下去，为什么呢？闹到后来发现到我办公室来谈说，因为这个先生说我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我只期待每天晚上回家吃饭，然后呢桌上有三菜一汤两素一荤。他说我就只是这样期待而已，我这样没有很过分啊，我只是希望我每天回家有饭吃，而且三菜一汤。为什么？因为我妈以前就是这样，我从小就是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我觉得这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一件事。那个做太太的说，我从小我们家从来不开火的，我爸跟我妈每天带我们去不同的地方吃饭，我们觉得很快乐，我非常会赚钱，如果你一定要我请个佣人每天给你做三菜一汤。但那个先生说，不，我们家是我妈做，我觉得你应该做。你知道那个做太太说，那你结婚前为什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呢？如果你结婚前告诉我这是你要的婚姻，你要的婚姻里面你很在乎这件事，你就是要三菜一汤两素一荤，那我可以做一个决定嘛。如果我很爱你，我愿意为你调整我自己，我去学做菜。第二，我也可能说对不起，我们谢谢再联络，我们各自走各自的路。可是结婚前都没有讲啊。那个做丈夫的说，可是我想不是每家都这样吗？我从小就是这样。不是每家都这样，每家都不一样。你要一个什么样的婚姻？第一，你有没有想清楚过你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婚姻？你要不要坐下来想一想，如果你已经结过婚了，鼓励你的孩子好好想一想他要一个什么样的婚姻。然后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不是只谈你的眼睛好漂亮，你的声音好好听，不是只是一起去看电影一起去唱歌，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要做一件事，要让对方知道这是我所想要的婚姻。你也要知道对方要什么样的婚姻，然后我们才能看这两幅图有没有可能变成同一幅图，我们要建造的那个婚姻蓝图可不可能是同一个婚姻呢？其实很多事情没有错的，你知道，没有对错的。在家吃晚饭很好，在外面吃晚饭也没有什么错，它是不一样的两条路，一个是高雄，一个是基隆。问题是你知不知道要跟你一起牵手走一生道路的这个人，他要跟你去的方向到底是不是一样的呢？谈恋爱真的要交往需要有婚姻蓝图。那你说怎么办呢？我们昨天有一些人说我已经结婚了，我就是跟他不一样，那现在切不完了。不是这样子的，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二人不能够同心怎么能够同行？你想要这个我想要这个，这两个人没有办法同行。可是你说我们已经结婚了，我们就是不同心怎么办？
难道要我牺牲我去听他，还是他牺牲他来听我吗？不是，只有一条路，以基督的心为心，让耶稣基督成为你家的主。不是我放弃我跟你，你放弃你跟我，而是我们一起放下自己跟主。你相信吗？如果你愿意这样做，你的婚姻就有路。如果你愿意这样做，你的婚姻就会有路。你要不要试试看？上帝祝福你，上帝的爱进到你的生命当中。这首诗歌帮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诗歌，说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的灵要单单来降服于你。如果你期待神的生命的力量进到你的婚姻当中，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盾牌，我们必须学一件事，就是降服在神的面前，让耶稣真的成为你家之主，让你的生活态度回到圣经的原则里面来。不是我牺牲我去跟我的丈夫，或者是我牺牲我去跟我的妻子，而是我们夫妻可不可以一起放下自己，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真的相信上帝设立婚姻是要让我们这些人可以享受在神所设立的婚姻里面，但是恐怕非常多的人不是享受婚姻，而是忍受婚姻。婚姻如果一旦要忍受，真的很痛苦。可是什么时候你回到上帝的面前，放下你自己，降服下来，你会经验从忍受婚姻回到享受婚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真的相信婚姻是可以享受的，婚姻不必每个人都在那里忍受。所以我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夫妻可以真的同心，有同样婚姻的蓝图，走同样的方向，牵手走人生的路。我们承认夫妻两个人常常有不同的想法，求你帮助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放下我的坚持，放下我的观念，让主真的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家庭的主。奉主的名祝福弟兄姊妹，祝福许多的观众朋友，婚姻有一个新的盼望，婚姻会有路，因为降服在上帝面前。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觉得在祷告当中，我最想跟你说的一句话就是，婚姻是有盼望的，你的婚姻有盼望，无论现在情况怎么样，回到耶稣的面前试试看，你的婚姻有盼望的。如果你需要写信给我们，打电话给我们，陪你一起到耶稣的面前来。愿上帝
赐福保守你。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担胆相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